阿强，吃饭了，阿强。吃饭了。妈，吃饭了。下班时间到了么？你不吃饭啊？哎，不吃啊，吃。怕你吃不饱，多给你一盒，让你吃饱一点。这个轮子是抵住那个板的，然后上面把它压出来是吧？对，这个位置要调到铝塑板的那个中间，中间、哦、正中间那个位置。对对对。相当于挡块把它挡出来，对，就是把那个铝塑板给它跟那个胶囊是分离掉，嗯，刚好翘一点出来了，挤一点出来了就把它，对，要不然的话，如果留在那边，这个不放在那里的话，那个铝塑板会跟着那个压轮会转进去，嗯，